进了2014年2014妇女节，全国人民同庆同乐大联欢，庆祝三八妇女节，赞美妇女同胞半边天。在家庭，女人是男人的避风港，老人孩子的幸福是靠山。在社会，妇女独挡一方面，创造了业绩更斐然。妇女艰苦经考验，妇女困境能闯关。妇女照样开军舰，妇女同样驾飞船，开着军舰守领海，开着飞船去航天。守领海，敌人不敢来进犯。去航天，探测宇宙大空间。伟大理想，伟大时代来实现。男女共情一片天，和谐社会同手建。家庭重担共同担，男人女人齐奉献。美好快乐的新生活，靠着我们去扬帆。展望伟大祖国美好前程远，愿我们共同来把美梦圆。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吉林卫视好戏登场的忠实转迷们，大家晚上好。谢谢谢谢谢谢。东风送暖大地心，三八佳节喜雷林，祝愿同胞好姐妹永远健康保青春。哎哎哎，停停停停停，那个干嘛呀？说这多好啊！不是那个海燕啊，你这个保青春呢、啊，我感觉你说的不太全面。挺全面的，这我们女孩子女人嘛都爱听。不是你这种祝愿你得分年龄段，你好比说20岁到60岁啊、你要说保青春有心可原，是吧？是吧？怎么回事啊？你要对60岁以上的你说保青春，我感觉你有点虚伪。再一个，你要是对20岁以下小女孩说让人家保青春，你这是废话。不，我这咋就成废话了？你呀、你得分年龄段，要不否则就他这祝福不全面。啊、那要是按你这个逻辑来推呢、啊、是应该分年龄段的来祝愿哈，对吧？其实万哥我也知道、其实我也想嘛，就是用最美的语言，然后呢把最好的祝愿送给我们现场，通过这个节日送给我们的女同胞，这多好啊，对不对？但是你知道 啊，我现在是水平有限嘛。水平有限，你跟起来就有人，你不求教，你干什么啊？哎呀，这我咋就没想到呢？呀，那我教你啊！那我可求之不得呀！你看就来，旺、哥，那你就是现场教学。这样吧，朋友们，特别是女同胞，咱们给郭二来点掌声，让他现场的教教我，然后再给咱们女同胞来祝愿一次，那个、行不行啊？不鼓励一下，来！谢谢，来，不，你这一鼓掌，我跟你说，我的词儿本来都已经到嘴边了，就一鼓掌我就下过去了。你看，你再给我们祝愿一次，今天过节了，我们女人的节日。那我就说两句。说两句呗。啊，嗯。女孩好似一朵花，年年都有十七八，人人找个好对象，个个都赛周润发。你看咱这词儿、不是，现在周润发老师可是那个年龄有点、那个、我说是年轻时的周润发，这意思。哎、年轻时周润发，没看出来，你这反应太快了。必须的、不过这个祝愿呢，特别实际，特别好。哎，万哥啊，那30岁到40岁的呢？分年龄段住院啊，分年龄段。对呀、30岁到40岁。嗯，
三十四十正青春、嗯、夫妻恩爱孩子亲，哎呀啊，家庭幸福开心乐，千万不能整二婚。你看你看咱这，哎呀，这个也特别好、啊、对不对朋友们、哎、你看必须的，这个听着真帅，有才。你看但是人家都说啊，这三十五六七离婚率不低，那四十到五十岁的呢，事业有成人更美，潇潇洒洒走南北，精力越来越充沛、哎、小心预防三条腿。你看了哎呀呀呀呀，这干啥呀，这是四五十岁的人啊，四五十岁的女人啊，就是有的时候，有的在，尤其是夫妻都有七年之痒吧、嗯、你对不对，你说这种就可能丈夫有时候万一看着比他在年轻的小美妹啥的，她有可能就，哎呀，是不是？停，所以说你要一定注意这个。哎，打住打住，就这意思。停停停停，嗯嗯，不是，再说你这太严重了，三条腿都上来了。我说小心预防，我这意思。但是你别那么说，你一说，你说我心里都没底了，这心突突的。你别，你没事，你没事，我没事，你没事。但是吧，通过你这么一说，细琢磨也真是那么回事，对吧？对吧？五十岁以上我也有才，嗯，老年人身体都康健，天天快乐勤锻炼。身边儿女都孝顺，龙马精神乐无边。你看咱这词儿，哎呀，胖子、啊，你咋这么厉害呢？没办法，就这么聪明。大学漏的，大学漏的，博学多才，小本毕业什么呀？但是啊，我是真听明白了啊！你这些祝愿呢，你是希望咱们老年的妇女们永远的都能够天天的开心快乐。我跟你说，要想开心快乐，更开心更快乐，就看我们好戏登场，看我们好戏登场，尤其看我们的小品，那是更加开心快乐。那行啊，啊，那咱下面就有请魏三、张小波、关静、俏俏，还有汪小丽联袂主演的小品《如此兄弟》，掌声有请。有请马上就开张了，小买卖，哎呀，干点啥都不容易，这时候啊，来来来来来啊，各位游客们啊，抓紧时间看的啊，来来来来，开业了，开业了啊，来吧，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鹤岗的啊，来来旅游的来过来看看啊，见了见了见了，便宜了啊，各个都见了，全都便宜了啊，什么都有。哎，不怕你不识货，就怕你不认货啊！啥都便宜了，不会吃亏，不会上当，赶紧买，谁买谁上当。别跟我瞎吵吵啊！来，抓紧时间买了啊！看了看了啊！哎，各种宝贝啥都有，看不看着？看家家，千年的玛瑙啊！玻璃球子的，祖传的啊，祖传的美容贴，大家看看啊！祖传的，过来看看啊！来来来，过来瞧瞧看看啊！你爹是木匠，你爹不是木匠啊？我爹不是你爹呀？你爹不是我爹？咱俩不是一个爹呀？啊！我爹没你这儿子，我爹有你这儿子，那不骗人呢吗？你能不能小点声？你能不能小点声啊？做买卖要诚实。哎呀，你可别跟我讲高姿态了啊！诚实，诚实值多少钱？啊，讲点良心，哎呀，我可不跟你这种无知的人在这块儿吵吵啊！我得干我这活，我得做我这买卖。我今天劝你卖不成，你没这事，你骗人，我劝你卖不成。来来，过来买货了，买货了啊！来来，过来看，过来瞧啊！各位等美女，刚下山呢 啊，那渴了吧？那喝点井木凉的水。那多少钱啊？不要钱。不用钱，谢谢啊，我真渴了。那水还能喝？那家都不消毒，十来多个人使那一个碗，没个喝。哎呀，你别听他说，赶紧。哎，不用，谢谢谢谢，我不喝了，谢谢谢谢谢谢。哎，过来瞧一瞧，看看美女。哎呀，旅游来了吗？啊，是不是渴了？来，喝瓶我的矿泉水，纯天然绿色矿泉水，非常好喝。你这没有商标啊？不，我这是天然矿泉水啊。那能有商标吗？刚灌的。自己灌的？不，他是说在山上灌的，那得矿泉水，矿泉水不在山上灌能喝吗？你这自己灌的不卫生吗？妹子，喝我的酸奶，哎、你来瓶酸奶。这行，多少钱一瓶？十元。十块钱、啊。酸奶喝吧，非常好喝。哎、谢谢、啊。好，多谢啊！来来来来，怎么样？酸吗？酸呢？那可酸奶能不酸吗？能不酸吗？都放半年了。哎妈，那你这是过期了吗？过啥期？过期奶怎么骗人呢？妹子，
你胡说八道呢！这在冰箱搁着能过期吗，妹子？你不要听他的。这不能喝。你喝水吧。喝。这水干净。妹子，你喝奶。你喝水。喝奶。喝水。喝奛。喝水。喝奶。你吃的奶。我吃谁奶呀、啊？你这人怎么这样？他跟我说你你干嘛的呀？总跟着呛和、哎。我都懵了。我告诉你干啥的？他是干啥的？他就是我邻居。哎，我就该他俩钱，你说成天跟我后屁股要，就不要我在这做买卖，你说这是烦不烦、啊、我什么话是你？你反正不是我邻居，我不就该你俩钱吗？我卖完东西，我塞的钱我就给你，别说话。我跟你说，我不是他给我钱，啊、是，我听明白了，你这人也真是的哈，人哥不就欠你两个钱吗？你也不用这么撵着要啊。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就是做人有问题，你知道吗？就是，真是的。妹子，我这奶没坏，拿着喝。哎，谢谢啊。哎，别走。还干嘛？哎呀！咋？哎呀！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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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哎呀！咋的？你这长个痘。啊，是啊。哎呀妈呀，这可不是一般的痘啊！啊？妹子，哥可不是忽悠你，就你这痘不抓紧时间治。容易变疮，哎妈，这么严重啊！你都忽略了这事了吧？哎呀妈呀，你们这小，要不说你们现在这些女孩啊，真是的，哎呀，就这都、哎、我吃挺多药的都没好使啊！吃药白扯，那咋办呢？吃药现在都骗人，那药呢都骗人的。对你遇着他就好使了。哎、你大哥，你得帮帮我啊！你放心，哎，妹子，你要是能信着哥，哥可不说，看，祖传的青春美丽贴，就这玩意贴着就好。什么玩意祖传的？你爹是木匠，你怎能祖传的有美丽贴呢？我爹怎么是木匠？我爹是学医的，我爷爷是学医的，我爹是学医的，我也是学医的，怎么的？我是学二的。哎呀，哥，一瞅你就二。你别跟他犟，来，你给我贴试试。这他妹的这，不是，你看我看见效快不快？你给你贴坏怎么整？你能不能不说话？那他妈乳白胶兑的辣椒面子，你给整坏了呢！你听我的，你千万别贴，你这个案子就蚊子咬的，你怕啥？哎呀呀，不用你磨叽。你看离得远点吧，你也不是学医的，你懂吗，妹子？哎，我要是忽悠你，我天打五雷劈，我不要钱，我白贴一贴给你看看，你看有没有效率就完了。哎呀，妹子，我跟你说，这绝对是祖传的，贴上以后不到三分钟，马上见效。你来吧。哎呀，怎么样？哎，有点凉啊！你看看，一会儿还得热呢。哎，热了！那是发酵了，辣椒面子能不热吗？哎呀，越来越热了，见效这么快啊？怎么样，妹子？我不忽悠你吧？不忽悠啊！嘿呀，大哥，你这多少钱一贴？50块钱一贴。50有点贵吧？啊，那就40。哥，这么的，30块钱拿一贴行不行？30。30，行了，卖去吧。30，你还挣29呢。哥，好了，哎呀，就冲你这诚心劲，卖给你行。妹子，哎，好使再回来，哎，好不好？我就在这不动啊。哎，你不常客吗？好的，哥，再见，妹子。哎，回来找我来啊。哎，他肯定得回来找你，你看你找不着你，怎么样？你给人贴坏怎么整？你这脑袋啊，你还能倒过我啊？你这人呐，你成天也就是在这嘎达想做活雷锋，不是你这样事儿的，知道不？别跟我瞎掺和了就啊！呀，兄弟，你看看，那兄弟刚下山吧？啊，喝点井木凉水，凉不凉啊？多少钱呢？不要钱。喂，等会儿。嗯、啊，现在不要钱，一会儿该要钱了吧？一会儿也不要钱。我就是为大伙。你这种小商贩我见惯了。来来，哥们儿，你让开点，让开点来。来了，矿泉水，矿泉水，天然绿色矿泉水，真要钱？我不喝，我不喝，好热、哎，我不喝。我这要钱啊！来吧，花钱买啊！多少钱一瓶、啊？8块，8块哈。酸奶10块，哥们儿，看着点，做买卖去，像人这样似的，明码实价。对，8块是吧？8块，8块。哎呀，兄弟，来把钱给你啊！哎呀，好好。祝你玩的开心啊！哎，啊，喝吧。那水不能喝，我愿意。不，这水真不能喝，你看连商标都没有。愿意，那是起来。不是，哎呀，这小脾气暴。你有病啊！
我买瓶水，你有病啊，呛我啥呀？给，你喝喝喝喝，怎么就不能喝呢？喝，兄弟，哎，出来玩来了，出来玩都图了个吉祥哈。喝，不听有些人胡说八道啊。就他那水绝对不能喝，你喝这，你喝那水你不怕坏肚子？我乐意，我乐意，能不能上旁边待一会儿去？这穿死你，兄弟，你能不能上旁边待一会儿去？不是我什么玩意儿，你这不骗人家？那说说话能死啊？能等你当哑巴吗？啊！哎呀，兄弟，哎呀，哇，哎呀，这厉害呀！看出来了，哎呀，凤眼菩提。好，哼，哎呀，玩古董的，七块钱块钱不贵。哎呀，兄弟，一看你是明白，你也是懂行的人。是是，你看，哥这个，哎呀，啊，一样啊，你这也有、啊。看我这怎么样？这些件，哎，不错，啊、看看。哎，这核桃挺好，是吧？我看看，大哥，你这是纯的，不是？你不能怪兄弟说话不好听，你这好像假的。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呀、啊，终于说对了，真是假的，什么假的？兄弟，你说这话不对，这个核桃绝对是准的。你骗不了我，大哥，咱懂行。我今天我就叫你这话，兄弟，你信不信？我当场我可以敢给他砸开。不是大哥，我不是激你，你要真把他砸开，我现场我撂你100块钱，好不？真的假的，兄弟？是这话咱差钱吗？兄弟，你信不信？我当场我给他砸开。你砸开，我给100。哎呀哎呀哎呀，不是，看看，不是大哥，你砸啥是吧？看看你这图一下塑料的砸不碎。完了，你兄弟不说这个，看看这个，来，我先给你，我给你100块钱，咱不差钱，行吗？兄弟是吧，看看这个怎么样？哎呀啊，我这行不行？再看看这个，这挺好啊。怎么样？挺好挺好。这多少钱一串，大哥？5块钱能买一个。50块钱买一个，他说的。啊，我说5块钱一个。嗯，50块钱能买10个，500块钱拉一车。我看看别的，我看看别的。兄弟，你再看看这个。我还有好东西。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兄弟，你看这个，就你这种人看这个不行，你得看看这个。看这对。哎呦，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玛瑙。啊，玛瑙，这有年头了吧？当然了，我太爷给我留下来的，是吗？对，你太爷啥时候给你留过玛瑙？这小子干啥的？这小子，我吧，他是我邻居。不，什么玩意儿？我是你，我该他俩钱。我跟你说，我俩他就敢跟着我后屁股要，我不给就在这磨叽，磨叽半天了。刚才有个女的来了，她差点没挨揍，不是那么回事吗？别说话了，我是不，对，我是你邻居，我不是你弟弟，是吗？你先离我远点！不是兄弟，你干啥？我跟你说哈，你跟我说啥？咋的？不就欠你点钱吗？就是的，他不欠我钱，我欠你钱，行不行？你这怎么磨叽？能不能说人家？欠点钱有这么要的吗？人家做点买卖容易吗？你给搅啥呀？就是，大哥，这多少钱？这个？这个，实不相瞒，兄弟，我卖给别人800一对。嗯，你买600拿走，800是不是？对啊。大哥，我看你这人挺好，这小子搅和你吗？是是是。这么的，我就让你，我今天我让你搅和不成。哎呀，家财万贯也得这。大哥，我给你拿800，我不讲价，我就看这小子，我瞅他来气我。兄弟，你太识货了，兄弟。我说哎呀，兄弟，来来来，我跟你说好，你太识货了，兄弟。哎呀，兄弟。交个好朋友，好好好，家财万贯也得被败家子孙毁于一旦。我愿意，你给我少说话，听着没有？以后不让我看着你，听着没有？给，怎么样？你看人家说回不回来找你？回来找我啥呀？你看怎么样？你不说把我搅和了吗？10块钱一个，你卖人800，你这不骗人吗？大哥呀，咱俩出来干啥来了？哎呦我去！啊！我挣钱，凭什么挣钱？凭良心挣钱。你成天老说给我讲良心，良心的。我告诉你，以后再挣钱，你不要再花了，好不好？我没花你钱，你别老在这跟我搅和了。又来人了。哎呀，老妹儿啊，刚下山吧？你来喝点井木凉水，可凉快了。你这水多少钱呢？那不要钱。还有这好事？哎，我就问、哎、那水没个喝呀，埋汰呀，10多个人使这一个碗喝了，那还有能好？不埋汰，不埋汰。哎呀妈，大姐。这你那档次能喝那水吗？大姐是那，大姐有矿泉水喝吧，纯天然绿色矿泉水。
大哥，你这水多少钱一瓶啊？10元。一瞅你就有钱人。来一瓶吧。哎，喝一瓶吧。真渴了。纯天然绿色的啊。哎呀呀，谢谢谢谢。哎呀，哎呀，这咋没有商标呢？这天然矿泉水吗？我跟你说，你给人喝那水喝坏肚子怎么着？天然的就没有水。你放心的喝，放心的喝，绝对没事，大姐，放心吧。我告诉你，这么整，一水库都得来找你。那水库的水让你都给整没3-4吨了，你知不知道？这，怎么样？味道？有股怪味儿。那能没怪味儿吗？那老三箭水，那些小孩连拉带尿的，还有洗手的。你看你大姐都整恶心了你。你说啥呢你？你干啥呢你啊？是的，他这水呀、啊、不能喝。你不上边去，你这都没有礼貌。听我话，你别喝了，你渴了我这有，行不行？你那玩意哪大姐这档次是喝你那水的玩意吗？我的妈！你那什么玩意？你说你整个破碗老在这干了，老在这整啊？不是大哥他干啥呢？我邻居就欠他2钱，这一天你说这老在这忙忙活活的，你就是烦不烦人的玩意个？你整一大姐都喝了，钱都给我了，你还我啥？你到了，你是喝一口水，你搁那嘎达，你说这说那的，你恶不恶心人呢？你啊，就说这，这样的，哎呀妈呀，哎呀，喝你愿意喝吧，哎呀呀呀，咋的大姐？哎妈妈妈。啊，你瞧这，这脖子这么疼呢？哎呀，那你这是受风了？啊，你是不是在山上住的？是啊，在山上旅馆住的吧？啊，晚上风大，受风了。受啥风啊？你前天没睡觉前疼不疼？没有啊。那就是睡落枕了呗。落枕？你懂啥呀？我懂啥？那就睡落枕了。哎呀妈呀，我是大夫，我就不敢你。你啥前当过大夫啊？我啥钱当过大夫你不知道吗？我还得告你吗？哎，我啥钱当过大夫？我们家祖传是大夫，真的妹子，我不算。你看我这有东西，看我这有证的，看，你看这药膏，就我这药膏粘在你脖子上，不到2分钟，你保准脖子不疼。是那么灵吗？祖传的，大哥老中医。那你这多少钱一贴啊？我这50块钱一贴。50啊？啊，你这怎能好使？妹子，不是，人家脖子落枕了，你给人贴这玩意干啥呀？啊？你说贴这干啥呀？有钱难买愿意。你上一边给我待着。你别贴了，落枕了，妹子。不是，他不是受风吗？别听他的，你信不信，妹子？我不要钱，我先叫你试试，好使再给钱。来，妹子，还受风？不要听他的，我跟你说，你这是，哎呀，想贴不，妹子？来吧，贴吧，哥。不行，这太疼了。受风，你别动啊！好使以后再给钱，不好使不要钱。祖传的，就这么灵，就这么贴。看看，哎呦我的妈！哎，别动啊！哎，别轻点贴。回家，我跟你说，千万不要乱动啊！越热，就是发酵了。你先不要瞎整啊！这不能贴！哎呀妈！你喝！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你干什么啊你啊？你这么烦人啊！你不能贴！哎，看看这是啥？你看这是啥？你买昆达的吧？啥？我干你啥事儿？我愿意贴。你这么烦。这么烦人呢？这么薅着，太狠了！给大姐汗毛都薅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天！太狠了你！你说你，哎呦我的妈！你说拿几贴回家贴？去，妹子，我再送给你几贴，你回家好好贴。没事。哎，又骗一个呀？啊？是什么意思？怎么？我说你又骗一个呀？啊，我邻居，我欠他2钱，你说到还找这一块儿呢？谁是你邻居啊？那你干啥？别动手动脚。怎么的？动手啊？兄弟，怎么回事？大姐，你不知道这是骗子。哎呀，看着没？骗800块钱卖我这么一对老大石头球啊！不，赶紧把钱给我拿出来，快点！兄弟，你怎么的？给不给？给不给钱？那怎么是石头？不是，给不给钱？兄弟，给不给钱？别打人，快点！给不给钱？我别说，哎，兄弟，钱给我拿出来，快点！哎，兄弟。兄弟，能不能给钱？能不能给钱？哎，跟我没关系。你俩是不是一伙的？不是，我跟他不是一伙的。钱给我掏出来，快点，快点！你别，你看，你不兄弟，你掏出来，快点！那还说啥？快给人家钱呢！要钱不要命啊？多少啊？多少？800。好，那零的不是他啊？这800，这啊，他刚才不给你1000吗？哎呀，啊，这球子给你。你刚才不给他1000吗？800。啊，我从来不管人多要钱。不，这球拿回去当个纪念吧。谢谢啊。骗子！哎呀妈了，兄弟，得回你来要钱都给你了。那是的，该。我说啥了？啊，做人要讲诚信，要以诚待人。
别人才会以诚相报，啊，失信那就是最大的失败，啊，为了挣钱，不讲良心呢？你个大骗子！来，你看看，哎，你看看，看把我脸治成的，你赶紧的，给我整坏了，把脸都上冠军，走！不是，你给我走！妹，哎，妹子，哎，不是老妹儿，哎哎，老妹儿，哥，咱们给你看病，不让挂你，行不行啊？上当受骗，小明不错，演得非常好。哎呦，棒哥啊，这三八节过的见出息啊！哎，啊，年轻人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不是我怎么说话，关键是你会说话呀。你看看，你看，就刚才你那几句祝愿多好啊！哎，我不瞒你说，旺哥，就刚才我上后台，我听几位阿姨在那夸你呢。夸我了？那可不。怎么夸的？你看，我就听他们说，就是，哎呀，你看国旺啊，太厉害了，没办法，那演的太好了，太有才了，有才有才。我跟你说啊，就是你对女人的那种恭维呀，不仅能彰显出男人的风度，更能博得女人的好感。哎呀，不管见到什么女人，你只要用赞美的语言去瞄着她，溜须总比骂人强啊。比如说是瘦的女人，瘦的女人应该叫苗条，你看两个字苗条。胖的女人，胖的女人应该叫丰满，你看咱这词儿。高个的，高个亭亭玉立。矮个的，矮个，矮个叫娇小玲珑，你看。蔫了吧唧的，蔫了吧唧那叫温柔典雅。那凶狠粗暴的，那属于泼辣型的女人。泼辣型的女人，哎呀哎呀哎呀，这俩够泼的了，这好浪漫的。那种哎，老天八地的，怎么能，你这么说老说话人能不生气吗？什么老天八地，那叫风韵犹存。你看看你得，哎呀这一样的话到你嘴里怎么就不一样了呢？你看必须得听着特别舒服，是不是？哎，那就是年轻不成事的，年轻不成事，应该叫天真浪漫型的呗，是吧？那叫活泼可爱，对不对？弱不禁风的，弱不禁风，说弱不禁风，说这女人真有女人味儿，风一来她就倒了。你看多女人呢，也是夸她，对吧？你就得这么说。还有一种就是傻乎乎的啊，傻乎乎的，傻乎乎的，这个傻乎乎的应该叫萌女。不是傻乎乎，这叫萌女。傻乎乎应该叫阳光啊，傻乎乎应该叫阳光的女人，你不能叫傻乎乎。说傻乎乎，你不生气吗？不是，郭旺啊，你也太有才了。不行，还有一个啊，这个我就没搞明白，哪个？就是特别咋咋呼呼的，嘚了吧嗖的那种，最不像女人的那种女人，你应该怎么说？那就是你这种女人嘛。或者我说那就是超女，超女就那种哇，大家来个掌声好不好？好爱好不是这个。那你说那超女？那我是嘚了吧嗖的那种，不是你。但是就我是说你这意思嘛，你看你现在这风流潇洒，就是挺那啥的嘛。行了，那个就请欣赏综艺表演，哈哈，请欣赏综艺表演。不是，哎，还没报节目呢。这么的，那下面呢就有请王海洋给大家带来精彩的综艺表演。国旺，不是，哎，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你说的什么呀？你是。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音乐停，掌声别停啊！掌声。接下来呢，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舞蹈。二位演员讲的说唱伴舞诀，这个舞蹈比较不好整。我敢这么说，大家没看着过，因为什么呢？这个舞蹈比较难。鸟叔创个舞蹈火遍了全世界，我呢也自己创个舞蹈，全世界是好像是够呛能火了。我在座每位好评不开心，我就知足了。跳完一遍，你感觉哎，这小小跳的挺好玩，你喊再来一遍。我就再跳一遍，你喊再来一遍，我就再跳一遍，我跳到吐为止，行不行，朋友们？音乐，哇塞！来一遍呢？来了五六万人，怎么就一两个人喊我能来吗？来不来？行，我今天不自己跳了啊，为大家开心，我把我那小搭理整上来，我俩一起跳，来来，掌声把他整上来，行不行，朋友们？来来，回来，正在
枪来，来，回来，来，出来。你看看，你看大伙多开心，咋这么瘦呢？我勒个，那车都不敢压，怕砸胎呗，为啥？来，你往这么点啊，不展会没事，重在参与。你随心的去跳，随意的去跳。我认为这掌声不用你要，都能给你，知不知道？音乐 ，music。不是，你行啊，我那是小鸡儿，你这是野鸡呀、啊！感谢你，谢谢啊！一天，真是人外有鸡，人外有人，鸡外有鸡呀！我就等没球了。来这么近的，我是再来一个，还是再来一个，还是再来一个？好的，二人转两个人的活，别管我自己表演。综艺呢，毕竟是二人转演员，也得给朋友们带点二人转的特色。我搭档长得也比较美丽，来来，掌声有请我的搭档登场。Hello， 现场的朋友们，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鼓掌辛苦了，谢谢您的掌声，谢谢大家。别登场了啊，来了，这是我的搭档，姓陈，对，叫陈小雨，谢谢。我呢，我是他的，我是他男朋友吧，我姓王，我就王海洋。哎，对，哎，一说男朋友，你说你这样还不好意思呢。两口子就两口子，唱歌不都两口子？咱俩不是两口子，咋的呢？我因为还是小姑娘呢，什么两口子啊？你说啥？我是小姑娘。你这鬼故事讲的挺吓人的。别说了啊，好的，小时候多唱啊。对，今天朋友来这么多，太捧场了、嗯，我给大家唱一个，好不好？好的，音乐走吧。我们这一对青年演员，他们表演的是不是不错啊？是的，其实看了我们刚才这个一对青年演员的表演吧，您就是充分的，也就是体会到了二人转演员那个真是多才多艺，身怀绝技，说学逗唱，而且是特有风趣。哎，就像你看，就我们这个主持人郭旺，哎呀，那也是身怀绝技，浑身是戏。
哎，这样吧，朋友们，这国王啊这两天可能偷懒了，这样，我建议啊，一会儿呢就让他上来给大家来点小节目，行不行啊？都同意啊？那下面呢就有请郭旺和国家级二人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赵小波老师一起的合作，给大家来点二人转的表演，来吧朋友们，掌声有请。没唱完吗？对呀，咱俩还有半截没出来呢吗？没唱完呢，还有半截。对，这上半段是咱还唱，我唱下半段。我跟你说，我现在说心里话。怎么了？老太太下夹子，我现在是强支搁这块儿。真是就是感冒发烧，还现在但冒点汗挺好。就是啊，你看着朋友们不高兴吗？高兴高兴。哎，对了，高兴。哎呀，谢谢阿姨，谢谢叔叔大爷了，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太感谢了，掌声就是咱兴奋剂，比我打针吃药都好使。是。真的，说实话，真是那回事啊。那行，那咱俩这回啊，再唱一段反对花。反对花啊，是从正月到三月啊，往回一个字儿后边带个嘟噜，看咱俩谁的嘟噜多。不是，反对花是从三月到正月吧？对，你刚才是说从正月到三月了，是啊。就正月到三月呀，那是正对花。反对花是从三月到正月啊，这个意思。你会不会唱？你就先给我来，我打个样，你先打个样，我先打个样，你看我会不会唱啊？正嘚月嘚里嘚来嘚什么花嘚开嘚开嘚，不行，我这舌头硬啊，我不行。你别说那话，什么叫舌头硬啊？朋友们都来了，你就卖力。打不过来弯，打不过来弯。什么叫打不过来弯啊？二人转演员大伙都知道，早晨起来必须练半个小时子的功。这功你怎么练呢？就我没练这个呀。那你练什么啊？我都练这个了。我知道了，他练这个了。这不像我，我练着。是的。哎呦，您那么有能力，这个应该没问题。旺哥，使使劲儿，试试。左右朋友们都来了。三嘚嘚，哎呀，差不多是吧？嘚嘚，哎，出来，哎，可以。嘚，别着急。好的。你要干什么？哎、就是我跟你说啊，朋友们做裁判，做评委。从这个录像机开始呢，这边算你的拉拉队，这边算我的拉拉队。假如说你们那边嘟噜多，你们那边鼓掌；假如说我们这边嘟噜多，我们这边鼓掌。咱俩谁的掌声激烈，就证明谁的嘟噜多，行不？还得越来越唱越快，还得提速。对了，还得提速的啊。哎、好嘞，这个老也不唱，来，给个音就行。我第一句啊，我就。月嘚儿里嘚儿开嘚儿什么花嘚儿开嘚儿开嘚儿，桃心嘚儿花开呀，嘚儿什么样嘚儿花嘚儿花嘚儿，小嘚儿冰嘚儿头嘚儿山嘚儿一斤两嘚儿花，七八隆咚心扎心啊嘚儿花红，八八隆咚心扎心啊嘚儿花红，
咋样？你采访采访，刚才谁嘟噜嘟？采访采访。那你问问那个打板的，谁嘟噜嘟？哥，你说。哎，那这位女同志嘟噜嘟。啊！行，你借他的。行，哎。谢谢好朋友送的请队长上，谢谢。谢谢谢谢。OK OK， 谢谢。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吉林卫视好戏登场的忠实粉迷们，我们这一期的好戏登场到此就落下帷幕了。好戏登场，百姓大舞台，群星闪亮，四面八方来，锁定频道，精彩二人转，老少皆宜，人人乐开怀。好，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